超越政治，超越宗教，让台湾的同志议题成为亚洲骄傲。通过草案送交朝野协商，在立法院宣布相关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案初审通过，同时所在立法院外三万多名支持群众响起了欢呼声，很多群众更开心地挥舞着彩虹旗。现场支持群众甚至感动地簇拥在一起，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这是台湾第一次不分党派、跨党派，然后一起推动一个站在人权这一边的法案。不应该抹黑，不应该歧视，不应该暴力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应该是要建立好的平台来进行沟通。司法法制委员会招委尤美女会后也向反同的群众喊话：反同的朋友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愤怒，但是。这不是世界末日，也不是从此毁家毁婚。现场情绪虽然高亢，但是挺同团体也在现场时呼吁：请大家如果遇到同志，不管是在捷运上还是在路上，请大家不要回应。现场群众认为，婚姻平权初审通过只是跨出一小步。支持平权的人都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。希望就是要有大家有形式啊。这个修正案明年四月五月会进入二三读，他们认为婚姻平权这条路未来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，相约明年继续努力。一起再站到这边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来？来不来？邱诺欣台报导。